天降天之马，打他啦，他卡你耶、欸，我卡住了，你干嘛打我？卡住啦，你不是说 NPC 卡住就要打下去吗？什么小偷卡住了啦？我有点好奇，刚刚是谁揍了我一拳，然后就跑走了？居然有人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你有听到那个噔噔噔吗？有，但是我现在被你卡在这里。你为什么全是牺牲打？那你就再继续多打几个吧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 NPC 消失哎、欸、啊，我可以走了啊，拜拜。剩下两个，对，哪里、啊、哇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哎、欸，他近怎么有枪啊？有啊，可以换啊，可以换武器。是哦，啊，哇，你好扯哦。我好像是技能哎、欸，你怎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可以这样、啊？我不知道是技能。玩、啊，哎呦，哇，这怎么玩啊？哇哇！变身术，好换个地图吧。好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他刚刚变成那个 hunter 哎、欸，对啊，变 hunter 的样子。啊，我又打到一个人，他变成我的样子，我又再打一下就死掉了。你打到的是我啦！哦，对，就酱油，够了，凶巴吗？刚刚打我的是哈气哦。啊，是啊。你有打到我，然后你就跑走，就打一下就走掉了。哇，就那一下，这个很扣血吧？没有，你没有扣啊？啊，看打到有没有扣血？在广场在外面的时候，大门那边。啊，好像啊啊啊！我刚刚有一下，我想要回去找，就不见了，被我抓到旁边去了。好，可以了。要瞎团团吗？对，这个应该好了。他只我这边看只有椅子颜色怪怪的，哎、欸，有椅子颜色，有椅子颜色。对，你是说它是绿色和红色的意思吗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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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那个意思。那种紫黑方块吗？绿色很对对对。看到是 A 罗、啊、真的吗？你们看到 A 罗吗？啊、椅子，我看到椅子看到了紫色的。我进来了，我是看到椅子是就是破土方块，剩下的就多少就破土方块。嗯，哎、欸，还有 arrow 哎、欸，哇，这张 arrow 颇多。对，我刚看到外面有那种 arrow。好吧，你这样是破椅子哦。对啊，这样不行哦，重、啊、来重来。才刚进来就出去了，直接把你们赶出去。不让我们玩，被大鸟踢了。arrow 不行啦，好了，这一张应该不会 arrow 了，虽然这张。这张是拿来玩躲猫猫的，所以这张现在可以加吗？现在等我开好。抢噔噔噔噔噔抢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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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一群人带。哇，看到右上角连续三个繁星石玩，对啊，开始玩 Gary 模啊。繁星很爱玩哦，右上角一直跳。跳什么？繁星在玩 Gary 模了。为什么？疯狂跳。不知道、欸。加入。你那个 server 好久。对啊，我现在右下角突然卡很久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有了，没到。终于在玩。267小时。史达丁巴拉巴拉，有了。这张都不会破土了吧？我想，只要订阅的应该都不会破土了吧？要改地图，要改地图。Download map 啊？为什么？Download。这张是那个呢？之前是那个啊，萨尔达躲猫猫那个呢？我是选那张呢。他在下载、哦。你是说我们变那个树桩那个吗？对啊。欸我想要那个大家应该都有的，结果都在 download。结果大家都在，没有没有，今天有13个人啊，真的要当一下。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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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课了。十分钟的恋爱。怎么办？我怎么听不出来？不知道怎么唱哎、欸！你们在唱什么、啊？听不懂哎、欸，听不懂哎、欸，没有 get 到。我唱给你们听。哇！没有，你要这样唱整首的。都在装哦。我的心跟着你。哇！你还真的可以唱整首。喝醉两句。哎、欸，我断了。断。搭定，哎、欸，我进来了。哇，好多人哦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大家一起走起来。他们一脸都绿绿的，真
超多的这一关，这个你们就没破图了吧？没有，应该不会吧？它的变动性蛮大的、欸，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有13个人，我们13个人可以啦。我决定跟踪在 NPC 顶，看他们做什么我就做，就随便啊都可以，自动就可以了。代表一个猎人 K 三，六个猎人可以 K 六。对啊，哇，这个图可以举起来吗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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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啊！直接一个卡卡的，直接卡死啦！还想跑吗？哎，真的。王炮跟一拳有不一样的状况。哎，干嘛？我不要！然后早就坐下来的，是在冲上来。哎呦！是不是心虚？是不是心虚？过来，过来，不要！救命！你是不是真的？我不要，我不要过了，还没过了。那么精彩，好可怕哦！不要，还没过了，还没过，还没过，快点，很早哎。那么开心，哎，他们在夕阳下奔跑。感觉很可疑哦，霸凌我啊，可以哦。嗯，你是不是有死掉的人可以帮我看一下 PC 吗？在干嘛？我看。哎，可是不，我不能跳窗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停住了。对不起，我翻白眼看。哦，不是。那个繁星，你只能找别人，我不能帮你。好。你过来啊！是谁呀？走开！我的爱情算卡住了。谁呀、啊？你卡住了！哎呦，你我太幸运了！你走开呀！你走，我爱心还卡我！我在找陨月，你卡住我！哇，小雨真的很会啊！我杀三个人呢！哇，我想很强哎！很强的！那团团看来打我的。这个是不是啊？这个是不是啊？感觉每个都很可疑耶。对啊，看起来都很怪啊。我不是路人。嗯。没血了，怎么补血？有人在发呆啊。打死人就会回血。哎呀，不对。那你在哪？我要回血。不知道哎。这个人刚刚转了一下头，我看到有人追超远的。不是，你这个就是为什么？偏少敌，不要我跑。啊？哇、嗯哦！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都不是？杰克在哪？剩我了吗？哦，杰克还有啊，杰克又在打坐，还有小雨在打坐。不要说出来！不会，我跟你说，这边不会啦。很多人都在打坐啊。对啊，很多人都在打坐，你在紧张的嘞。要不他打坐、啊？坐在大马路上吗？他坐在很高的地方啊。他坐在超高的地方哦。那就是很危险了。是啊。不要了。在打什么坐啊？我看到有一棵树长了一个奇怪的果实，我就打下去。哎、欸，我为什么没死掉啊？我复活了、欸。对，为什么？复活？你有技能吧？你有技能？哇！死者苏醒！哇！太扯了吧！你又……那你是不是秃头？你是不是秃头？我没秃，我没秃。你有秃头吗？你又要死了啦！还是你脚是瘸的？等一下，我缩小了，回来，怎么缩小的？怎么缩小了？有啊，就技能啊，噔噔噔的缩小。气死我！在哪里呀、啊？他真的可以把人缩小、啊？他的技能吧？技能吧？技能。他刚突然缩小，然后高速跑走。想说那是什么技能？让看看嘛，谁知道在两个猎人面前突然缩小了？你是让猎人缩小？不是，我刚刚是自己缩小，是自己缩小，都有都有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就按右键去追他，就一个直接去撞墙了，找不到了。哇，那你要说一下他的那个人物特征啊？人物特征啊，他穿就咖啡色的外套。他有没有秃头？他有没有秃头？他没有没有，他没有秃头，没有秃头。男的女的？非常浓密。女的。咖啡色的，没秃头，没秃头。小雨的特征我们都知道啊！啊，不打死我！没有，他的那个演的太假。
不是，你知道我从头到尾都是听酱油在提示，你快跑哦，那应该是前面这一个。你们那一包是酱油。啊，杰克跟那个小雨我都是听酱油提示。不是啊，杰克的不是我讲的哦。我忘记了，反正我刚刚有听到有两个是你提示我。没有，不行，我接下来要封住。不要乱讲话，尽量讲话，尽量讲话。不行，我怕等一下危险。不用怕，我就死了，畏惧就输了。尽量的 ，tuck tuck， 我们这人就是秃头，我尽量吧。秃头是不是？秃头是不是？来，有多少票？是真的。我就跟着他。这个人怪怪的，这个人看起来很怪啊，这个人很怪，我敲他一下了，我还不够了，哎、欸，我没打到，敲啊敲啊，啊不是，还是真的，哦好吧，又怎么跑那么快？嗯、你是不是内心？哦他是真的，你是内心、哦、他是真的，是真的吗？你内心，你又怎么跑那么快？我是真的。哇、yeah. 哦！哎呦！没有老师有，小雨怎么被 NPC 用枪打死了？对啊，还不跑啊！你右上角提示说是你被 NPC 用枪打死，是不是？我开枪打他，然后他把我打死。还有看到有人尸体了，良心不安，自己死掉了。我觉得你真凶啊！太夸张了，白猪，白猪你不要再转四张了。嗯，你在打猪啊？哇，这技能怎么像真的一样？那就每个都是真的啊！对啊，哎，好难哦，这个。哎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不要，所有观众知道这到底是啥小吗？我看不懂。他说我缺少，不是缺少什么地图吗？可是，够不到啊！最近真的是卡到，因为风之谷也卡，玩麦块也卡。加入的时候都会真的，对啊，那照理说我读他们的地图，载他们地图应该也可以啊，啊怎么会不行？对吧？没订阅到。看一下哈，对了，解破图的吗？跟那个无关呐、啊。解破图的，我跟你讲，在稍早还没开台，我就已经可以跟他们玩。啊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进军模的后有打开附加元件吗？那在哪开啊？哦，你是说这个东西要先让它跑完，是不是？我们就看这个画面吧，看看哦，打下去了，我要说你是对，我剩四十，啊，我剩你还可以打下去，对啊，因为刚刚他们还没玩的时候，我们测试就没问题啊，不然就是我不玩军模的咯，我让他跑完，怎么可能？啊，你们愿意？挂着哦，我的天哪，这三百多个观众，哎呦，哎呀，
剩一个人啦、啊，剩一个这太难了啦，这游戏一个要找四个人是太困难了，所以他只有四十一，那我们四个找你一个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不错哦，我觉得不错，看有没有被包围起来，还有25秒可以找他了。那我觉得我怕是直接跳的吧？对面有个在跳，那一看就是假的了。那也，我们要左转，左转。那一个右边，右边后面，不是那一个。完了，不是左边，前面。左边，你找到吗？你找到吗？你找到吗？那个也是吧？那个也是吧？好吧。我们队友真的太强了，好难哦！我在后面追你，还想跑、啊？超难！我觉得当 NPC 好累哦，当 NPC 超累，超累哦！要抓太难了，一个是当得很累，一个是抓很难，真的。等等等等等，好难啊！好难，都害我们，好想玩、哦。嗯，还是还不行吗？还是你要取消订阅再订看看？我都试过啦、啊。那你还是不行哦。没关系啊，我还在排队。因为他是写扫图，可是他好像订阅了。对啊，跑这么快，哦、是照你说扫那个图，跑完之后会自动帮我订阅那个种啊，不摘好图啊。我觉得你就算没订阅，不是他不是进来应该都会对呀订阅才对。就是不想。喂，鬼，你要确定一下君莫的那个完整性。我怎么看到有人啊对啊，君莫完整性可以确定一下。谁？你要哪啦？你八级哦？在跑啊？光头？是光头？他是弹那么高，弹那么高，飞起来到我的，他把我飞起来，我会摔到，会摔到。好猛哦！怎么了？这臭光头！臭光头！臭光头！哎呀！